想吃，这轱辘掐了别播。老大，我们来了。还没起，睡觉呢。睡觉了。起来了。几点了？不说几点还睡觉啊？干啥呀？到点了，吃饭了都。今天没有饭。今天给买的鱼。带鱼来的。看。快点吧，走吧，哥。无事献殷勤。看你这生活过不下去了，给你整点鱼。你俩有那好心、啊？嗯。他赶紧的吧，找赞助商买的吗？赞助商，赞助商一位吗？要说还有个老妹儿，你俩呀，那你俩回去吧。辣白菜，这昨晚吃的，这还有鸭蛋呢。鸭蛋把黄的抠出去了，这真是啊，这生活也太艰苦了。快吃饭吧，三个就够了。啥玩意儿？三个够了？三个够了。不是，俺们拿了四条，你就你干啥还留一条啊？够吗呢？四个人吃不了，我跟你说真吃不了。哎呀，能吃。买的你快点的吧。你就留个小的也行，小的小的。小的你快点的吧。真抠啊！一顿必须得造煤呢。真抠，哎哎，这样的你说咋整？太抠了。快整吧，要明天啥也不带来了。明天还来呀？明天。必须的。看没有，在这跟你学习经验呢。嗯。小老妹儿往上一上，你得多学习学习，是不是？啊，啊，你也多学习学习。对，我先蹲着瞅瞅瞅怎么收拾的。老妹儿以后是嫁高富帅呢。高富帅。快点整呗，饿了。饿吃吧，直接吃吧。你说就这样，直男还能找着对象？没事，他那赊子啥的都可以。又想赊人家钱了又。又想赊账了，就这样没事闲着。哎呀，哎呦我去！今天的好啊，水喝多了，嗯，水喝多这样。咋了？干一半，这火还是让你俩整灭了啊？你俩怎么看呢？看个火都看不明，啥也不是。装好点，你说说这啥？绷着啊，绷着。下锅，看那小油吧，哎，一接。哎嘎嘎的啊！也就这大锅能煎熟吗？嗯，下回俺们拿东西的话，你们快点干的，是不是？都饿得鸡头白脸的了，你说说。我是不是给你两下子？白翻了，一会儿糊了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话了，这家伙急眼了。老急眼，老急眼的。谁到？明天把那个啥排骨啥的再往上上一上，上回没吃够啊。我把你肋骨上掰下来吗？天天吃排骨，啥家庭啊？后勤部队赶紧上一上。哎，中华搞一个。哎，小颜色啊，来点十三四，来点小面盐，差不多了，又整齁咸的。你做我做，水放里，生命源泉，搞里它。行，找到啊，找到，行了吧？再来一点，好好好，来点尿酒。小蚝油，糊上锅盖，好没好啊？马上了啊！收拾汤就好了，饿死了都。这汤炖的多浓！哎，真香啊！该说不说，这玩意儿啊，整的是不一样啊。你看谁做啊，这玩意儿？不是，我今天发现了，你这气质这一块子指定是够用。嘴上起的啥玩意儿？上火了吗？昨天没唠叨吃饭吗？吃的不好吗？嗯，我是说我这屁股这两天痔疮怎么有点犯？这家哎呀，快点的！倒上蒜花，出锅。这孩子不要，你要干啥去？你要上山呐？里边水倒一倒。你就不能往前送送？真是啊！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这鱼掏完端走。整断了？有瑕疵了。有瑕疵，这轱辘掐了别播。嗯，来吧，上一上咱家这个万能的神器。我这个盆还神器，这不洗脚盆呢。哎呀，我天！你就别说俺们那对付吃两口，你说说你。哎呦，这小汤没谁。太烦喽，赶紧造吧，一会儿他来了不够吃了。开动，赶紧的吧，上。小鱼儿啊。你快吃啊！不是这一点没惯着，我没等我呀，这都怎么样？味道？行、嗯，这
是真没带我呀，筷子都没给我拿。嗯，哦，留那眼睛垫啊，特意给你藏起来了。啊，特意给你藏起来了。你给你留着吧，用。就我妈拌的辣白菜。嗯，你菜放哪儿了？放地呀、啊？你昨晚又回去了？没有。那你哪来辣白菜？那天回去拿的。那、啊、昨天咋没看着呢？哟，这虾蛋你都没看着？那我能杀着碗去拿吧？你整半天那玩意都藏着，那酸那咸菜也不怕酸了，你都藏起来啊？哎呦，有地方了，又新挪磨了。一会儿小娜去找找去，给他那窝子给他翻出来。我那窝子没找着。翻一翻。今天做的鱼够用啊。嗯。那这鸭蛋一人吃一个，一人分一个。真的吃。大锅就是不一样，抠个眼珠子尝尝。啊，活肉，看看。哎呀，虫子直接就飞碗里了。这太热了，太冰凉凉快。热了就下灶，还凉点饭。哎呀，该说不说，这大米挺香。嗯，先吃不管，后吃刷碗啊。睡觉去了。咋的？先吃完也得刷碗呢。不吃完你还能跑了？这刷碗还带个秘书，你看没？以后就吃完饭就那啥，自觉点就完事儿了，省得我老收拾你俩，你多犯不上。嗯。